在家居士是否能在家大外衣如法吗？这是讲大这个拼音，是不是？如果受了菩萨戒，可以大衣，在家里面礼佛诵经都可以大衣。如果没有受菩萨戒，穿海青可以。海青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礼服啊，这个不是佛教的啊，中国古时候的礼服啊，用这个好啊，这个海青是汉朝时候，一般都是读书人穿的服装，不做粗活啊。那么在家跟出家差别呢？在家人穿的海青是素色的，不绣花纹。在家人穿的这个海青啊，绣的有花纹，绣的有花边，甚至身上啊也绣的有花纹。差别就在此地。这个披衣才是佛教的礼服。